你有什么秘密？难道你脑袋里有小电台吗？你的帽子下面有一根电线。然后有人在外面把所有答案都告诉了你。对了，但那是作弊行为。我作弊了，鲍勃老师。没错，我的明星学生，我觉得我作弊了。哦，你在开玩笑哈？在我的帽子上确定有一根天线，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答案都是真的。我作弊了，我作弊了，我作弊了，我作弊了。对不起，鲍勃老师，对不起啊！啊哈哈啊哈！我作弊了，我是个骗子，骗子。鲍勃老师，我觉得我骗了你。啊！结束了。第二个游戏呢，名字叫做《魔唱达人》，挑战用三种不同的唱腔诠释出圈作品《兰花草》，要一段部分，然后用三种不同的声音。好，此刻我读《领风骚》吧。每一条街道它拨动我心，它让我腐烂整个城市的面貌，让我逃离了喧嚣，又忘记了糟糕的过去，想让全世界都听到。Yeah, 此刻我读《领风骚》。rap 版，让我逃离了喧嚣，又忘记了糟糕的过去，想让全世界都听到。耶、yeah, ，此刻我独领风骚。然后就是派打星版，穿过每一条街道，它拨动我心跳，让我腐烂整个城市的面貌。操，让我逃离了喧嚣，又忘记了糟糕的过去，想让全世界都听到。耶、yeah, ，此刻我独领风骚。转音版，此刻我独领风骚，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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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你了，求你了！我唱主歌吧。Baby， 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一日看三回，看得花期过。哦哦，兰花却依然，但倒也无一个。小宋老师挑战成功，解锁 TMI 百变魔音。耶、yeah. ！现在是宋亚轩的 free time， 本期的福利是一首小诗。那么小宋将声情并茂的朗诵一首小诗，请大家听好了。诗名《从前慢》，朗读者宋亚轩。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人。以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。